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是2021年7月5日，这是今天上传的一个新的影片啊。看到加拿大发表了很多的中文媒体发表很多文章，讲到疫情啊，疫情现在非常乐观啊，说加拿大疫情即将结束了，专家称不太会再有封锁。但是这个大话别讲到前面啊，因为这个郭文贵讲了嘛，他说中共还手里还有别的武器啊，这个事儿又不能掉以轻心。为什么以前郭文贵讲的故事大部分还都是这个可靠的呀？你像那个海航事件啊，香港的蓝金黄，这个王岐山家族的腐败啊，这个王健之死啊。等等吧，还有这个新冠这个阎立梦的这个故事啊，应该讲大部分还是靠谱的。但是我认为从目前加拿大这个疫情的形势发展来看啊，根据我身边这人注射疫苗的情况看，就郭文贵说他不打疫苗啊，疫苗没有效，反倒有副作用。服药啊，我认为他这个恐怕，这个观点未必正确。那当然也作为一种参考了，打不打个人说了算。我要讲的什么，我也不是，并非说是公会讲都是正确啊，但是我认为大体是正确的。当然这个节目不是谈他的，他的事儿，我只是讲的加拿大疫情。这疫情说在加拿大，你想这一次封城是一会儿封一会儿放啊，搞得这个非常紧张啊，尤其过去。加拿大的国民有个特点，这个陌生人见面，男男女女都可以拥抱，紧紧拥抱啊，这是一个社交的一个礼节。就现在，自从疫情来了以后，改变了，见了面，大街上走都要保持距离，绕道走，这个确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啊，尤其是邻居都互相都脸都熟，房前屋后的，见了面也得不能像以前那样啊，聊聊天儿。这个吹吹牛皮，拥抱拍一拍，现在也不这个近距离接触啊，这个对人的感情是很大的伤害啊，我觉得啊，尤其对我来讲损失最大的就是每天不能游泳了。我曾经到这个西雅图去啊，到这个温哥华去，在这个视频上看过我的人。后来发现说你，这个年龄啊，没有这个啤酒肚啊，就体型保持还行，我挺高兴的。那现在不行了，自从封城以后，整天在家坐着啊，就这么，做的这点视频，没有什么大的运动啊，只是散散步，这肚子也起来，特别难看，而且，不能游泳以后，这个有的时候心情。好像是缺点什么似的哈，因为以前我每天都，游泳1个小时啊，风雨不误。现在不行，上哪里游？没有地方游啊。这个特别那是，那些俱乐部啊，健身俱乐部统统关门了。有的最倒霉的有个俱乐部是那个，洋街有个俱乐部，山坡那地方很大的俱乐部，刚开业，那特别阔气。以前我经常到那去游。那里边这个设施非常好啊，人还少，水也干净。但是刚开业，那老板投资特大，最后刚开业赶到疫情了，估计这几年1年多，搞不好破产了。谁能承受那么大的经济压力啊？另外还有以前就是，不是经常的，也是一个月总有那么几次啊，也跟朋友们到那个，downtown 啊，洋街啊，商业繁华区域去。酒吧里坐一坐啊，这个吹吹牛皮，会会朋友什么，走动走动，现在通通没有了。我记得央街有一条街是，以前是每年同性恋表演在那条街上啊，就那个街上这个有一年就是搞这个活动啊，是一个晚上啊，那才有意思。这条街全部是人，素不相识的人在那喝啤酒啊，就把这个酒瓶子摆在地下，然后整点东西，站着就在那侃呐、啊。你这男男女女的特别有意思，可以这样讲，那真是
给我感觉不夜城啊，而且，彻夜狂欢的，从那个9点多钟就开始喝，我喝到凌晨还没结束。呵呵，这个大瀑布那个地方呢更有意思，那个赌场下边有一个舞厅吧，是跳迪斯科，啊，前几年有的时候我也到那些，这个在这个熟人，不在场的情况下啊，也去跳迪斯科，这个。那个地方也非常有意思啊，我就想到什么，就是那种生活才是在正常的生活，大家互相之间交往啊，人就不交往了，都锁在家里边，不是件好的事情。这个所以说，终于这个封城啊，似乎到了该结束的时候啊。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，就是看到加拿大这个疫苗准备的非常充足啊，有一篇文章讲《星岛日报》报道说加拿大。一周收到了370万疫苗啊，足以应付75%的国民打2针。我现在已经打完了啊，这个，反正很幸运的，也不用什么排队啊，也不用家人给预在网上预约的。当然，我更喜欢什么呢？就是随遇而安的，不要有什么计划，反正你去赶上溜就打就完事儿了。赶不上就回来吧，无所谓的事儿。去了2趟啊，打上，朋友帮忙传递信息，说哪个地方有那个去了就打疫苗啊，不用排队。去了以后那也，人家是，我还没准备好啊。第一次是你坐那准备准备，还要，验明正身啊，还要看这个证件，这个证件那个证件。这一次第二期就是。我看基本上都没怎么太审核啊，坐下来我还没准备，心理准备就整上一针儿。这一针儿打完之后，刚开始感觉是有点问题啊，就是什么呢？胸闷，几秒钟吧，我就马上告诉就陪同我来的家人了啊。哎呀，医生护士马上就过来量血压，低压高一点啊。这一瞬间吧，就留下一个影片，我还不知道一张照片啊。这很有意思，这张照片，给大家看看，就是说，当时打的这个情景啊，就当时是一个背面啊，你看，这是一个背面的这个照片啊，这是这个医生正在给我注射啊，我戴了个帽子，这一瞬间感觉有点就不太好，但是其实我早就有思想准备，像我这年龄了。这个生老病死，这个就很正常，是吧？已经有3个朋友过世了，就有的是很熟的，特别的作家哈，这个 Freezer 大诗人，我过去没隔一两个月，他经常在家里举办 party，他就告诉我去和他去侃一侃，我的英语也不好。见到了很多这个来的人啊，包括从国内来的，他教了很多，在国，因为他在广州那个大学，曾经去这个编这个词典啊，在广州待了2年呢、啊，还有一个中国来的朋友啊，他朋友特别多。现在这个人，这位著名的作家消失了啊，这个确实很令人遗憾的、啊。还有。那个一个摄影搞摄影家也很有名的搞摄影，也过世了，这个是令人痛惜的。就是说，这场大的瘟疫啊，给全世界各国呀都带来了灾难啊。加拿大，不管怎么样，疫苗还比较及时啊，这个很多国民都打上疫苗了。你想75%的话，那加拿大，这个国家你想是很幸运的啊。现在。台湾现在比较紧张啊，搞不到疫苗。我也看台湾的电视，几乎每天都在讲这个事儿哈。如果说这个疫苗就是足够整个国民呢，剩下的有这个富裕的、有条件的，就是帮助那些仍然需要的人们哈。这个确实是很重要一件事情。我看到这个《星岛日报》报道，说是联邦政府本周会接受90万剂辉瑞啊，即280万剂的莫德纳呀，说计入这一批疫苗之后，加国接收的疫苗总数超过了5370万剂，足以应付超过75%的合资格
国民接种2剂疫苗的需要哈，说整个7月份预计会有1800万剂疫苗运到加拿大，届时将可满足啊3320万12岁以上加拿大人的疫苗接种需要哈，这说明特鲁多工作做得不错哈，早早就把疫苗定上了。特鲁多是上周五二星期二二号表示，他对夏季感到安全，感到乐观的。他指出，近80%的合格国民接种了至少1剂疫苗，超过35%的国民更已经完成了2剂疫苗接种啊。现在加拿大的这个接种这个时间呢，已经足以证明，就是疫苗，接种之后啊，安全性提高了。我看了今天另一篇文章，讲说你注射以后，你即使患病了，但是你这个就是病症往往就不会那么严重，尤其是不会有什么这个生命危险啊。现在网络上都在传说印度有新的变种啊，说是汇率等这些疫苗对这个新的变种同样有抑制作用，所以说疫苗这个注射，我认为啊，我个人认为啊。还是应该，就是说，提倡，大力提倡啊，那种所谓的，不要注射，注射以后就会，什么破坏免疫系统啊，带来副作用啊，等等，我看不可信啊，这个必须得面对这个现实啊，你看这注射人的情况就可以看到啊，有些人注射完以后出现这个异常现象，这原因很复杂，我也讲不清楚啊，我毕竟不是。这方面的专家也不能乱讲，公共平台我要讲的什么就是随大流啊。你像人都注射，就跟着注射是吧？如果一旦有事儿，那由于自己的原因，你也别怨别人是吧？也是，这个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呐、啊。有些事儿不是强求的哈、啊，命中有的终须有，命中没有莫强求。可能我这样悲观了一些、啊、对人生，有些事儿你过于的这个去这个苛求也没有用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注射疫苗这个事儿，我为什么做这个节目，就是提倡，大家有条件的话，尽早的主动去注射疫苗，不要听这个别人讲了什么东西，他在某一方面讲得很好啊，可能有可取之处，就完全就是相信他讲的所有都是正确，这是一个非常。危险的政治观点，就是如果觉得好，就好得了不得，像过去吹捧毛泽东一样的，就没有不好的地方。那要有缺点的人，也可能在某一方面有特长，值得我们学习。尤其疫苗这个事情啊，我个人认为呢，我再次强调，就是有条件尽快的接种啊，最好是接种这个辉瑞啊、莫德纳的等啊这些。西方产的这个现在被实践证明已经非常有效的疫苗啊，就保证了安全啊，对别人也是这个负责任啊。今天看到海外的万维网转发一篇文章讲，他说，加拿大的人已经讲了，加拿大有关部门已经宣布啊，我们将在体育场举办音乐会和体育赛事啊，届时将有2万人到场。哈哈，我看那个。美国那边旅游啊，现在搞得这个热火朝天啊，这个看来人们恢复了正常生活，人们是群居动物，不是孤立在家里，都成为作家了，是吧？坐在家里，所以这篇文章看了我挺高兴啊。你看他写到，他说我们会坐在对方身上，这是好朋友啊，把啤酒放在腿上喝，看跟着我们最喜欢的音乐家一起唱歌啊。我们会挤在酒吧、餐馆和夜总会里啊！有一位这个加拿大人讲说，这些事情将会发生。你看，现在人们把这个要求降得很低啊，只要恢复正常生活就挺高兴啊。看来这一场大瘟疫如果过去之后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的变得密切，这个也更加的团结啊，一起就创造这个更美好的这个生活啊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节目到此结束，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，谢谢，再见。